看了，不影响的，就错了一个字母，不影响的。好的。H 写成了 N 写成了 H 嘛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对对。N 改成了 H， 不影响的一个字母，安检是认可的。我们如果安检不行的话，我们给他们签字就可以了，好吧？那天来就直接登。没有。对，直接正常现场来办，他们会跟安检说一声这个问题就可以了。好的好的好的，因为曼谷这边也是说错了一个字没关系，他们就放过来嘛，然后我们就怕回不去。好的好的，谢谢您，谢谢。国内航班要好一点，如果是国内航班就好了。嗯，好好好，谢谢经理啊，非常感谢您。好好好，再见。没有没有，好好再见。哇，你这个搞得我现在车都错过了，我靠，人家说我那一点十分到现在两点半还不出来，我靠。对，那车又给跑掉了，我靠。知道我为什么搞了半天了？我来了之后，我的手机也搞不通，然后泰国手机密码那就打不了了。我靠！我刚才一个导手机信号导半天，我操！啊，好的好的。最后一顿整顿骂的不行，我说你给我等着，他妈的，等我明天回去好受给你。